标题是守护台湾护好宜兰，我们也知道台湾跟宜兰有面对三大挑战，第一个就是来自国外跟境内的一个主权的侵害，第二个就是我们来自国际跟城市之间的发展竞争，第三个挑战是来自经济环境以社会永续发展的课题。这个部分我针对这些挑战，我提出这次参选的三大政见，一个坚持，两个坚决反对，三个具体目标。首先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个坚持，